好。You are fast. Okay, you are fast. Okay. 我很快，你很快。哎呀，你们已经，你们已经。眼睛看黑板啦，你们这群小朋友哦，能好好看白板吗？哇、哦！什么好啦？你吼什么？你吼什么？你吼什么？什么某眉啦？爱多，到底会不会啊？来吧，换谁？吴亮颖。那，斜着呢，大声大方什么？美艺人。对啊，不就这样吗？美艺人英文怎么说 ？Everyone。Yes， 这边叫做 everyone 哦，这样叫 everyone 哦。我不要再教你们12次、24次了，我直接念5遍给你听哦。Everyone， 可是放在句子里面的时候叫做 everyone， 知道了哦。知道了哦。一、二，这时候说什么？哦、然后呢 ？Someone is falling 。停！不要动！你们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你们手本来放在这里，我说不要动，你们就动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手放着，你不准，你们大家手拿着，对啊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你看清楚，现在是不是每个灯通都亮的，只有刚刚这个没礼貌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举手就是你不要动，你手放着。有人也有关，你不要动。你们现在看清楚哦，是不是每一盏灯都打开的？只有一盏灯是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全部人就说什么？哦。然后你们说什么？你们中文说哦某哦某人。我们霸凌。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某人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说某人？某人怎么了？他是做一个动作。某人的灯现在是亮的嘛，对不对？暗的嘛。某人是不是亮暗的？你可以用三种方法去讲这件事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可以用形容词去讲啊，某人很什么？不听话之类的。某人很不乖 ，OK。那你用有去讲怎么讲？某人有什么？有哎，可是 children 不是个名词吧？
某人有真趣，就是某人有调皮的手。OK。再来第三个叫做某人将将，对不对？将什么？被骂。被骂都 OK。OK， 知道喽。那你们现在叫什么？妹对，你会了，你终于会了。你们现在叫什么？ Everyone 对， Everyone 除了他嘛， Everyone 怎样嘛？你们又有三句话可以讲了嘛？ Everyone is 乖乖啊，听话啊。Everyone has 亮的 亮的灯，然后 Everyone will 关灯。好啊，好，来啊。嗯，关哦，懂了，你醒了？作弊！那我刚刚关掉也可以把它打开。好了。在干嘛？有道理啊，都知道喽，确定都知道喽。我是说，你们如果确定知道，我们当然就要下课了。谁要跟你一直鬼混啊？都知道喽。那手放桌上。想不想下课？想。是某人想下课，还是每个人都想下课 ？Everyone。对嘛？啊，你是懂吗？你们要告诉我，你要告诉我，你们 Everyone 怎样啊 ？Everyone is 什么？下课 ，happy happy。下课。我可以？你们有一个墙跟我撞吗？有的。看着老师，你们想不想下课？想。你讲出三句英文，我就下课。第一句英文叫做 Everyone is happy。你们还没有下课，你们怎么可能会快乐啊？这样啊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你这样讲就可以。跟我说，来，预备起。Everyone is happy。什么意思啊？每个人都很伤心。谁啊？哪里的每个人？这里。对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很伤心，我就会问啦，为什么？不 ，we 啊，然后就不会，这有什么关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会的就讲中文就好了嘛。你应该讲说 ，everyone is sad because 我们都没有下课，没错吧？嗯。我来讲给我听啊，预备起。这是第一句，第二句来。Everyone has 和着。怎样？你要讲啊，来啊。休息时间。Everyone has a 休息时间。因此，你应该让我们下课，兑现这个承诺。嗯。好，第三句。你要说服我哎。Everyone will 什么 ？Be happy。不是啊，一个动作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要。Please keep 关灯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关灯。不是，你们看着老师好不好？我现在在教你们的不是英文的文法，我在教你们。真正的使用它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们现在是一群要造反的小孩，用英文来威胁老师说你要给我下课。老师叫我们威胁你。我是请你们威胁我啊，这是真实的语境啊，你真的要用了对不对？啊，你们用啊，你们讲给我听啊，你们现在是要逼我下课对不对？你要做什么 ？Everyone。怎样？我就说啊，不行，那我下课好了。Everyone will 敬礼哦。Everyone will 打屁股。打谁的屁股？打我的屁股。让你痛到说让我们。那我这样更不能下课啊！你们现在粘在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粘在座位上，
你们有没有听过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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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英文怎么说不重要啊，英文你不会说就讲中文抗议对不对？来吧，预备起。Everyone will 抗议。对，这样就叫做所以请你下课嘛，没错吧？我讲给你们听哦，哎，要听懂哦，眼睛要看我，你才听得懂哦。Everyone is 尿急，这个是不是叫做形容词？尿急是形容词，对不对 ？Everyone is 尿急，我就说好，下课，下课，下课。Everyone has Everyone has Everyone has 非常需要休息的愿望，它叫做一个名词嘛。那我就说好啊，既然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想下课的愿望，我就下课。这是第二个，这是有。第三个是将嘛 ，Everyone 将绝食抗议。我就说好好好，不要绝食抗议，你们去下课吧。这样懂哦？真的懂哦？它不是背英文答案哦，你就用英文，在这个时间点你用英文，我就让你下课嘛。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堂课，从今天开始哦，你想要干嘛你就用这些英文来跟我讲，真的，你想干嘛都可以，你讲的有道理你就可以干嘛，随便你，真的，你是不是觉得好爽对不对？可是讲不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阿叔，你要听我解释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如果人放屁，哦，好香，someone，你要讲说某人很怎样，还是某人有什么，还是某人将如何？将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！现在有人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然后你要说什么 ？someone。Yes， 好啊 ，Yes， 后面就形容什么 ？Yes， 什么？臭。Someone is 臭 ，OK。那 Someone has 什么？屁。那 Someone will 什么？浪费。真的，你真的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们100分了，真的。放屁这个例句啊，我决定写到我的课本里面。你们这些小朋友三个全对哎。如果现在有人不，你就说 someone is 臭 ，someone has a pee，someone will poo。哎，哇塞！同一句话哦，同一件事哦。现在就不 ，right？ 来吧 ，everyone， 全班请起立。看着老师，我们请我们本班最搞笑的，也是我们最喜欢的、最爱戴的翁成祥同学，泡面同学示范放屁声，一二三，大声一点啦！一二，真的会，你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什么都会，那个麦克风给我，哦，你绝技啦，你身上都是绝技，来，等一下哦。一二三，等一下再一次哦，一二三，哎，不止一个，来再一次，来，好，假设哦，你听清楚了哦，你们听清楚了哦，他如果发出这个声音，你们要讲三句英文给我听，对不对？叫做 Oh someone is 臭 Oh someone has a pee Oh someone will poo， 是不是这样？来，我听看看。哎，等一下哦。我应该等，更耳。更耳留在下一节课来。Oh, someone is 臭。然后呢 ？Someone has 然后呢 ？Someone will poo。好，这样是不是三句话？你们要下课要用 everyone 讲三句话，同一件事情嘛。来，可以换一种吗？来啊，好，来。
好。Everyone， 三句而已、啊。他做了同一个动作吗？现在换 everyone 的三句话，叫每一个人都很有这样吗？每个人就是你们咯，你们咯，怎么样？来吧。Everyone is tall. 就是我懂，我真的懂啊，就是同一个屁会沾染两边就对了。第二句。Has has has 什么？屁。我这是什么意思？放屁的肉棒。这没有意义。闻到了。Yes， 是不是这样？来吧。Everyone has a 鼻子，没问题吧？最后一句啦。Everyone will 什么？他放屁，全班大便，你他有魔力哦！他放完屁，你们会做哪个动作啊？吸吗？你们会干嘛？你们对，你们都不要乱讲。你们在乱讲话的时候，他是 it doesn't make sense， 你在讲不合逻辑的英文，那学英文就没有意义了。他刚刚讲得很好啊，好啊，台语怎么说？逃，逃掉叫酸，知道吗？金酸，金酸哦，是的，everyone 我有酸嘛，对不对？知道咯。他放那个声音之后，你们的 everyone 的朋友讲最后一次，我听看看，我们就真的下课来。他发出那个声音了，你们要说 everyone 怎样？我自己会觉得 everyone is 倒霉。好，所以就这样，我觉得所以比较好，因为所以跟最后那个酸还压头晕，好不好？嗯。来吧，跟我说一次 ，everyone is 所以。Everyone is 所以。Everyone has。Everyone has。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。Everyone will 酸。Everyone will 酸。酸。酸。同学请休息。谢谢老师。大声。谢谢老师们。谢谢彼此。谢谢全校同学。好好好，赶快去。是一，全套哦，你们真的不懂。